这是迪利咖啡 Drip Coffee。据说迪利咖啡是在1908年由一个德国妇女 Melita Benz 发明的。这个 Virgo 迪利咖啡是 100% 研磨咖啡 Ground Coffee。什么是研磨咖啡？研磨咖啡是指将咖啡豆研磨成粉末的过程。咖啡豆在研磨前通常是呈现为坚硬的形态，研磨的目的是将其细碎化，以便能够充分提取咖啡的风味和香气。这个美鹤含有两种美味迪利咖啡，这个是中度烘焙肯雅咖啡10包，深度烘焙哥伦比亚咖啡10包。不过迪利咖啡不添加奶精、糖或味素，中度烘焙肯雅咖啡的味道以及天然甜度和酸度皆达到良好平衡，而深度烘焙的哥伦比亚咖啡具有可可风味及强烈浓郁的美式咖啡香味。如果你要寻找一种味道浓郁的咖啡来提神醒脑继续前进，来自安利 MWay 的 Virgo 迪利咖啡是最好的选择。烹调方法非常简单，一，把迪利袋的侧翼挂在杯子旁边。二，加入50毫升摄氏90度的热水，稍等30秒，慢慢再导入120到150毫升热水，分成2到3次导入，每次稍停一会。三，取出迪利袋就可以享用咖啡啦。好喝。